冠心病的典型症状呢，说实话都不是一个，这个有可能是这个这个是胸闷啊、胸痛呀、气短呀、乏呀都可能。那我们最典型的情况就是一个叫做典型的起脚痛是什么样子呢？典型起脚痛从五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我们就是疼痛的部位是我们胸骨下的这个三分之一比较多见一些，但是也可以是其他的部位，那就是不典型了，这是部位。那么这个疼痛的性质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是紧缩的感觉，或者是压的感觉，或者是压榨性的这个感觉都可能，这是它的性质。那么它的诱因呢，第三个情况就是诱因，诱因通常是这个情绪紧张，或者是吃的饱饭啊，或者是劳累以后来诱发，那么这是诱因。下来是缓解方式呢，缓解方式我们一般就是用消消甘油，或者是休息以后就会缓解。所以呢，通过这些典型的症状呢，大家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知道可能就是个细脚痛，去看一下。但是这只是个最典型最典型的细脚痛，如果没有这么典型的话，有那么中间的一两点两三点也要考虑是的情况。